快乐大巴，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提到女子足球呢，历史非常悠久。早在东汉二年，在河南嵩山的中岳之阙上呢，就有非常形象生动的描绘女子足球的壁画。我国的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建于1984年。提到这支队伍呢，我们首先会想到一个词，就是铿锵玫瑰。今天快乐大巴的现场，我们请来了原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的一位著名队员，让我们跟随她一起来感受足球的魅力。那在认识我们今天这位特邀嘉宾之前呢，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好同事，也是好朋友，同时也是我在足球队的好队友，我们少儿频道的主持人一天哥哥。嗨，小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提到足球，其实我们俩有聊不完的这个话题。对对，我们两个都是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足球队的队员啊，非常优秀的队友。你很优秀，我很一般。我特别感谢快乐大巴能够让我来录这一期节目。嗯，因为提到足球，我们有聊不完的故事。是的，有说不完的足球情。对，其实想一想，从咱们认识，就从咱们进入少儿频道开始到现在，都一起踢了18年的足球了。我们在足球场上见面，可能比录像的时间还要多。真的是，非常纯正的足球迷。对对对，这样吧，为了节省时间，咱们少聊一点，还是言归正传，说一说我们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因为提到他的话，我觉得作为球迷来讲，尤其是作为我们那个年代的球迷，从90年代的中后期的那一段特殊的球迷时光，我觉得都是他以及他的队友们陪伴我们度过的那一段很难忘的时光。对，也是我们记忆中中国女足的巅峰。其实他就是巅峰的代表。没错，那他究竟是谁呢？下面让我们赶快来认识一下。有请原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著名队员刘爱玲。大家好，我是前中国女足队员刘爱玲，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我的足球运动生涯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不服输。我曾等在湖北省十堰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活泼好动的我，最早练习的是篮球和田径，后来才半路出家，改行踢足球。当时家人非常反对，认为女孩子踢足球没有多大的出息，但接触过足球的我已经对这项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教练的协助帮助下，我来到了北京队训练。那一年我18岁，是个地地道道的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女娃。1987年，我所在的北京队在第6届全运会夺得了冠军，我也顺利地入选了国家队，开启了我与十号的缘分。喜好足球的朋友都知道，足球场的十号是全队的灵魂人物和核心，是球队中的中场的中枢，是衔接后场与前场的纽带，是进攻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是技术全面能传能射的战士。十号球员也成为一种荣耀，一种象征。我能穿十号球衣是一个美好的巧合。当时条件还很艰苦，每年离开国家队的人都要把球衣上交回去，传给刚入国家队的新队员。我进国家队的时候，正好是十号球衣是空缺的，我就穿上了它。从此它伴我走过13年，100多场的比赛，所有的经历都有其意义。当我以为自己蒸蒸日上之际，却在1991年女子足球世界杯的训练中，从主力队员变成了替补队员。面对年轻队员对老队员的冲击，面对悬殊的身份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我的心情一落千丈。我不仅问自己，我要放弃吗？在教练的信心开导下，凭借一场与俄罗斯队比赛中的出色表现，我得到了教练及队友的认可。
最终重新以主力队员身份进入了训练。没错，这就是我，面对逆境我不服输。1995年的女足世界杯，这是一届永远载入中国足球史册的世界杯。先是小组赛的首战瑞典，我在禁区完成撩射，足球越过对手整条防线直坠网窝，帮助女足2-1逆转强大的瑞典队。更为传奇的是，在半决赛对卫冕冠军挪威队，我以外脚背长传和左右两脚凌空抽射贡献2球，最终中国队以5-0战胜挪威。世纪之交的那支中国女足被亲切地称为铿锵玫瑰，成为中国足球的巅峰传奇。没错，这就是我们，面对劲敌我们不服输。作为我国第一批女足队员，足球带给我健康的身体、团结的精神、拼搏向上的意志，值得终身追逐的梦想。希望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我们的时代已经落幕，你们的时代才刚刚拉开帷幕。谢谢大家。欢迎刘老师，欢迎。你好。刘老师呢，跟队友们共同呢，通过这种永不言败的女足精神，也创造了中国足球的这个巅峰时刻。今天呢，还有很多热爱这个足球的孩子们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邀请他们上来，一起来感受一下足球的这个魅力所在，好吗？好，好，欢迎他们，你们好。年龄比较小的这波小朋友呢，他们8岁，但是最长的呢都已经踢球4年了，是吧？嗯，好，那我也想问一问我身边的马子辰，你为什么喜欢踢足球啊？因为我有天赋，再说了，足球能给我带来快乐。对，就得有这样的自信。你有什么天赋？身体和速度啊。那个速度拿一个什么能衡量？就是50米，我觉得7秒多。哎呦，那还真的挺快的。很快。你呢，是这些小队员当中啊踢球时间最长的，踢球4年了。你为什么喜欢踢足球？主要就是为了锻炼身体，但是那个前2年呢都是不好好踢，然后呢后2年就开始好好踢了。张子晨有没有因为踢足球这个掉过眼泪哭过鼻子？有。为什么？输了吗？你要替他回答是吗？啊，他当时为什么哭了？因为他那时候被，应该是被我们的其他队员给踢着了或者踩着了，很疼。其实呀，就这样被磕、被碰、被踩、被撞呢，踢足球特别常见，对不对？这是足球的魅力。哎呦，你看，来鼓掌。强对抗的体育运动，受伤难免，对不对？啊，好，这是足球的魅力，孩子能这么理解这个里面的这些小伤痛啊。问问刘全庆，踢球带给你最大的这个收获是什么呀？收获首先是收获很多很好的朋友，然后其次是身体健康。包括旁边这位吗？对，这是我的很好的朋友。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从小学1年级，发小。对。啊。那现在呢？平时也会一起约着出来踢踢球，包括一起打比赛。好，坚持坚持啊。刘全庆，你的球衣是几号？我球衣8号。8号，哎呦，8号球衣很厉害呀。然后那个你的好朋友呢？我的号码是和刘爱玲阿姨一样的10号。10号，那可是这个场上的核心队员的这个球衣号码，是吧？刘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各个这个号啊，在这个球队当中的作用，好不好？其实最早以前应该是从1号怎么样算起，就是1号，完了是2号、3号、4号、5号，这都是属于后卫的位置。6号、7号、8号是踢前卫。9号、10号或11号都是前锋。现在呢，基本上号就有点不一样了。前卫呢也有大号，或者后卫也有大号，20多号、多少号的都有。9号也有踢后腰的。对。就偏个人喜好，有的是。对。好，我看到一天哥哥和小雷哥哥呢也已经跃跃欲试了。好，我们欢迎他们来到场中央，欢迎。
花样展示是吧？嗯。刘老师，这个颠球呢和这个带球啊、断球都是我们这足球运动的一个基本功，对不对？ 对。刘老师先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个颠球呢，它有什么要领，要注意些什么？好，咱们颠球呢，一般现在就是一般是12个部位。嗯，12个部位。对，12个部位。但是现在简单，咱们就先说是3个部位吧。嗯、一个正脚背颠球，正脚背，完一个脚弓。像踢毽子这样，对，像踢毽子，完了是大腿，啊、哦，先3个部位，我觉得小朋友这3个部位还可以。那你们都踢过3、4年了，能不能展示一下？预备开始，来，其他同学一起来，都颠起来，飞了，来，怎么会飞了呢？颠起来，来，小朋友都在这颠起来，可以颠，没事，对，一动一动的颠。整个我们现场就特别的这个炫目。不错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很好。哎，看到这个小朋友，他这个前脚背颠球特别扎实，是吧？对，来，你再展示一下，来，欢迎小童。刘老师，这是不是就是脚尖得绷得特别直？稍微就是不放松，不要太那个太直，对，可以放松点，不要太紧张。如果太紧张了，孩子有时候容易那什么。嗯，对，但感觉他特别稳。对，他比较稳。嗯，就是能控制这个球的那个高度，这样就不会说哪一下踢飞了，是吧？对。好，谢谢小童，谢谢。对，他那就是他这个球感觉在那个脚上是滚着的，他就是脚尖就是往回勾，所以每勾一下呢就带一下这球。对啊，他这个就转起来了，是吧？对。还有没有其他的颠法？两位大哥哥给你们展示一下啊。好。小刘这个球就是转的啊，小黑那个呢，那个由这个前脚背，然后有外脚弓、内脚弓，还有这个大腿。这颠球就是为了练球感。对，还有球感。停球。哇，太帅了！来，掌声，掌声！哦，那刘老师帮我们颠几个好不好？我颠几个。嗯，来，我来一个脚弓吧。哎呦，太棒了，太棒了！欢迎小雷哥哥和一天哥哥。好。也是转的啊。找理由就是因为今天那个鞋不太好。那今天呢，我们一开始先来了一个这个颠球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和热身。那球呢，这个颠起来了，身体也都热起来了，对不对？下面我们来一个运球过障碍。来，同样分成2队，越过障碍，一个障碍都不能错过啊！我们看一看哪个队用时最短。刘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从那边带过去。哦，这个要穿过去。对，翻过去。然后折返。对，折返也要穿过来，绕过去，穿过来，绕。对。哦，对，明白了。什么动作都可以。好，我们小队员说了，这是基本功，天天练，对不对？对。好，看一看你们的基本功掌握的是否扎实。各就各位啊，看看哪个队用时最短。预备，开始。加油！哎，你看，要穿过去，要穿过去，哎呦，好快呀！好，好，穿过去，回来，对，加油，加油，加油！哎，这球速度差不多，接力啊！第二位队员，好，走。哦，哎，小心！不错，不错啊，不错，非常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有一个没过，有一个没过啊！不错，不错，很好，很好。对，要 S 型的路线。非常好。个子高很好吗？这高高的话，这重心不太好把握。不错，很巧，很巧，非常好。对对。哎呀，齐头并进。加油，你给他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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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小劲儿啊！备开始，走，哪个都得过啊，不能落下啊！加油，一定要穿过去啊！你有一个没穿，对，都要穿过去。不错不错，加油加油加油！穿过去，穿过去，穿过去！最后这个也要穿啊！对，要穿过去，穿过去，对。一个带球不要光顾的那个过它，还要想着那个用余光去观察两边儿。旁边。另外这个带球，因为咱没固定，是脚内侧、脚外侧都可以带。哦。对，不光要看球，还要看两边，是吧？对对对，看注点余光，对，余光注意看点两边。给他们加油，给哥哥加油，给哥哥加油。好，决胜局啊，应孩子们的要求，有一决胜局不能打平。来，加油！对，开始，每个都要过啊，每个都要过，每个都要过，穿过去。对，带球重心要下来。对，回来也要穿过去。很好。穿过去，穿过去。在速度还要对，都要过啊。球就感觉长在脚上了一样。你这三个都没过，他是直线型，快了，他是直线型选手。对，你这个怎么都是直线呢？曲线呢？曲线呢？曲线呢？好的。走，直直从这儿走。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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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等你。哎，不许跑！小雷哥哥队获胜。刘指导，这个好像特别难的，就是因为这个足球呢，一旦踢起来呢，它有速度，你又想让它控制着这种支线型的 S 型的，特别不容易。对，因为足球场上需要这种，因为都是，其实这个相当于防守人，就相当于足球场上你遇到的一个个来这个防守和断球的那个队员，是不是？对。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队员啊，刚才我们是拿障碍物来训练的，现在就你们两个来。这还能拿手这样的挡吗？能这样吗？可以啊，身体对抗可以啊，这样是可以，但是不能拽人啊，不能拽人。好，来，我们换两位大哥哥来，身体对抗是这样，这样是对，没有问题的，就没有犯规。但是如果是这样，那如果这样呢？就是你拿胳膊这么是，这样是犯规的，对，这样这是犯规的。我还看到过有这样，那这样直接就红牌了，对对对，直接是犯规了。但是对抗是可以的，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强壮是很重要的。在背后铲球是肯定是犯规的，你要没铲球，铲绝对去的人那就肯定是犯规。演示一下，是球在前面，就是如果是背后铲球，即使脚没有离地，我冲球去的呀。但是如果你是从后边铲是不行，后边铲即使脚不离地都不行。如果你是从正面的话铲，不是说干净的，对啊，你要铲的球从侧面这铲的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后边是不行。对对，从后边是不可以的。哎呀，这个足球运动那个出汗很多呀，是不是？而且你在铲球时候，你脚要是有那种抬起人的，也是属于犯规的啊，都会伤害，有可能会伤害到。经常看到这个足球场上会有受伤的情况，这项运动呢，奔跑起来受伤难免。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能这个用这种犯规动作让这个对方球员受伤，是吧？这是有悖于这个体育道德和体育精神的。我们下一个比赛呢，就是九宫格射门。好，我们第二个游戏呢马上就要开始，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九宫格的球门呢已经摆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了，我们分成两个队进行呢射门比赛，加油。来，小黑。
好。哎呀，这是打门柱了，必须得踢进去啊！踢进去中间那柱吗？好。所以还有一个力度的问题，准确性和力度。好，第二位。哦，哎，这是打横梁的，真的很难，都没有进呀，非常遗憾。漂亮，六号，得了六分，太棒了，六分。嗯，他就是六号。哦，原来他的球衣就是六号。好，漂亮，十一分。阴天哥哥，你要几号？我是希望能够打到五号以上吧。哎呀，我以为说只要进了就行。哇，哦，十六分，可以可以。预备开始。哎呀，八分。哎呀，够了够了，加油加油啊！加油！哇！哇！真的就是两分，可以可以，太厉害了。十七分，哎呀！哎呀，哎呦，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差一点，我也没有压力了，我踢不踢几分都已经无所谓了。我来。啊！我觉得力度紧张紧张。对，看一看小刘，已经没有压力了，对了。小刘得说，你说踢几号？您说踢几号？我说踢八。好，八号。这么高啊？他就八号吧。哎呦哎呦！高了一点，高了一点，高了一点。没关系，没关系。好了，最后他们是十七分。好，第一轮比赛当中呢，小雷哥哥这个队以十七分获胜。服不服？不服，不服，我们再来一次。好，那他们先来。那你们先来，你们先来。那我们咱们再来一轮。啊，可以了。可以。第二轮啊。哎呀，差一点，差一点。哎呀！你们是不是有点骄傲了呢？嗯。好。你选择几？还是五吗？九。九。好。啊，跟九也差不多嘛，说九打一，这个难度也很大的。我跟你说，对，这个我觉得这一挺难的，真的挺难的。前面别着急，没准他们还不如咱们呢啊！我来几呢？一分。我也来九，来九。哎呀，九分，八也可以，非常棒，非常棒，八也不错，不错，九分，九分，九，不用太大劲，九。哎呦，哎呀，过门线了吧？没有没有没有，确实没有。最后刚才应该越过门线了。加油！打进踢后头一个，踢后头一个球没打。漂亮！漂亮！对，不用使太大劲儿，不要使太大劲儿。对，用你的脚法去找。球摆稳了再踢。对，不用太大劲儿。刘指导说了啊，不用太大劲儿。好，助跑的长度有点长。漂亮！漂亮！就能保平，九分，九分，九分。哦，我们还有两个人啊，还有两个人，不要着急啊，没事没事，别紧张。刚才那个水平其实还可以的，不要受他的干扰，不要受他的干扰。蝴蝶，哎呀，起作用了，不会九分都超过吧？哎呦，一天哥哥，我觉得你这球特别关键，那你准备踢几呢？九吗？ 你如果打两分就跟我们打平，我们是九分，你们现在七分。这样，因为毛毛虫哥哥是我的队友，我要跟他一样，我们也得九分，打平好不好？你想得美，万一要是都踢不进去，那就没法打平了。按我的脚法应该不会。好，没问题，我们拭目以待啊。好，别紧张啊。哇哇，两分，两分，两分啊！打平了吗？打平了，打平了，还有吗？终于完了啊！一说这个比赛，我们孩子这个热情啊，特别的高涨。对，来，刘指导，您先给我们这个讲解和示范一下，好不好？示范一下啊，示范一下，也不用太大力，太大力有时候容易打出去，你就轻轻的一发力啊，有时候哦，来，再给您一个，对，对。哎，哇，厉害了，厉害了！还要不要再来？再来！你会发现踢足球的孩子们都特别不服输哈。对对。都有一股劲儿啊。
谢谢大家，谢谢。哎呀，今天我们的场上呢太热闹了，真的是生龙活虎啊，满台生风。刘老师，您通过看孩子们他们这个做游戏啊，还有这种小的这样的对抗比赛，您有什么感受？我觉得孩子们最主要是能够投入到这个游戏当中，而且觉得孩子们呢，这么大孩子，我觉得就是培养兴趣的时候，对足球这块，而且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游戏来慢慢成长，能够为咱们的中国足球事业做贡献。好，谢谢您，谢谢。下面呢，我就请这六位呢生龙活虎的这个足球小将，还有两位大哥哥呢，用一句话告诉我们，你觉得足球的魅力在哪儿，或者是它让你获得了什么？足球的魅力是受伤了以后呢，不要哭，要是哭的话，你就把足球的魅力给丢掉了。好，下一位，特别好啊。足球的魅力就是快乐。好。足球的魅力是健康。足球的魅力是，能让自己的身体更强壮。足球让我学会了坚强。对，好。足球的魅力，就是不服输。对我来说，足球的魅力是让我变得更加乐观，是整个人气质的一个提升。来，刘全庆，用一个字来概括，干。对，这样多说的是吧？我觉得足球的魅力是刘指导，刚才说的那一段，在91年世界杯之后沦为了替补，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最后在99年世纪之交成为了中国队的中坚力量。没错，这其中呢就是一种团队协作，还有呢永不言败。对，我觉得足球带给我的就是学会了团队合作的精神，这是一个集体。一个人踢不好足球，只有团队11个人一起努力，甚至说全队23个人一起努力，才能够把这件事做好。对，非常重要。好，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位热爱足球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呢，都能够呢感受到足球带来的这份快乐。今天呢，我们也为我们来到场上的这些同学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物，就是我们快乐大巴的全套文创礼物送给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呢通过各种方式呢报名参加快乐大巴的节目，同样呢有惊喜等着你。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刘老师，送给我们的八位同学和小雷哥哥、一天哥哥，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再见。换个角度看节目，快乐大巴更精彩，欢迎大家拿起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快乐大巴视频号，成为我们的粉丝，惊喜多多，可以呢一起来预约直播，一起抓盲盒，丰富多彩的文创礼物等着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云端试镜，选拔场外连线的家庭，赶快来报名吧。快乐云游，让我们一起在云端嗨起来。快乐云游，这是我们专门为在央视频快乐大巴号上参与我们短视频征集活动以及直播连线互动的家庭专门准备的现场游戏环节。那今天参与我们现场连线的两组家庭是谁呢？赶快来认识一下他们。好，我们连线两组家庭，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快乐大巴，欢迎。Hello， 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小鹿姐姐好，大家好。我是高小曼，我今年6岁了。我从小就喜欢踢足球。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哥哥。欢迎你们。哥哥喜欢做什么呢？我喜欢钓鱼、下棋，还有打羽毛球。哎，这个有动有静啊。欢迎你们。好，这边的小姑娘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子月。小鹿姐姐好。你好。我今年我5岁了。我上幼儿园大班。我来自贵州贵阳，我喜欢体育运动，比如说有足球、有篮球、有乒乓球、有跑步、有游泳。我很开心参加这个节目。欢迎你。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喜欢这么多项体育运动，我看到你的号卡上写了4个字，你能给我们念一下吗？为国争光。为什么选择穿这件衣服呢？因为我喜欢足球。这两位小姑娘都喜欢足球啊，那今天呢参加我们的连线真的是来对了。好，现在我们要请你们做游戏了，看看哪组家庭呢能够完成的更好。第一，请找出家中跟体育运动有关的物品，3分钟开始。
快，哎，刘老师，今天两位小姑娘都说喜欢足球啊，而且年龄都很小。现在女孩踢球比较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女孩加入到我们的足球队里头了。贵阳这家庭他俩不动，但是呢，手里的东西越来越多。对，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跟变魔术似的。你说底下是不是有一个人为他们这个托举道具？姥姥，刚才没发现你们离开沙发呀？怎么找到了这么多有球类，好像还有护腕，是不是？我们就放在这里的，平时不是就在家里面的？姥姥喜欢看什么体育比赛吗？篮球。哦，喜欢看篮球。我们都喜欢。好，小王同学讲一讲。这是我的跳绳。这是我的飞盘。这是哥哥艾丽打的乒乓球。这是乒乓球拍。这是排球。来，哥哥介绍一下。这是篮球。这是羽毛球。哥哥负责提供。好，两组家庭都非常棒，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今天呢，我们这个著名的女足运动员刘爱玲老师来到了节目当中。那下面呢，刘老师要为你们出题了。刘老师有请。中国女足参加世界杯拿的最好的成绩是在哪年，在哪个国家举办的，是第几名，第几届第几名？第二年，1999年。对，在哪里举办？哪里举办？美国。这就是1999年刘爱玲老师和她的队友呢，这个创造出的这巅峰成绩啊！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刘老师，谢谢。好，下一题，让你们说出是，无论是现役和退役的，说出中国女足队员三个人的名字。孙文。对。孙文。刘爱玲。王霜。王霜，对，现役的王霜。王霜，王珊珊。王珊珊。王珊珊。刘老师对吗？对，正确。好，祝贺你们。也谢谢刘老师，谢谢。我们要为两组呢家庭送上礼物了。好的，恭喜我们这两组家庭可以获得快乐大巴送给你们的精美玩偶一个。一天哥哥手里的精美靠枕。今天特别感谢刘爱玲老师来到快乐大巴节目当中，与热爱足球运动的孩子们一起来分享足球带来的快乐，还给我们讲解了这个足球里面的专业知识。水不激不扬，人不激不愤，无论选择哪样体育运动，只有呢源于内心的热爱，并且呢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才能够体会到永不言败、顽强拼搏的铿锵玫瑰直击人心的力量。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快乐大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欢迎来到快乐大巴，名人大咖、专家爱豆现身说法，为你应和支招。我是航天员刘洋，老播音员红云，王宏伟，王凯，江英席，邓亚萍，王楠，陈一冰，王浩，王丽萍，陈露，高林，何冲，王娇，杨凌，张宁，张湘祥，张彤，张晚意，扎文浩，夏德俊，演员王英，许文国，谢峰，于贤和，张君英，探讨亲子话题，表达家庭心声，倡导多维视角沟通，引领良好家风传承，参与云视镜，全家一起玩连线互动游戏，央视少儿频道大型融媒体亲子成长节目快乐大巴，央视少儿频道央视频快乐大巴号，精彩不容错过。